新鲜事物像学习的过程中肯定比较复杂的有一个过程，就是说这里面除了这些木国村里春夏秋冬这块能认识，其他的可能有些个别的还第一次见面的不太熟，那么怎么让他在短时间的那么熟呢？第一就是重复，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讲，什么叫记忆？记忆就是不断的重复。我这过去我专门研究过那个心理学，整个一生自学过，说记忆就是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那咱们一下子记得最清楚的是哪一首诗？那么你想想，你一生之中你重复多少遍？一天你甚至就重复一遍，哎，能不能记住？那么怎么叫遗忘呢？遗忘就是压力，在压力作用下，它是一些遗失，那叫遗忘。所以说，我们学习的时候尽量在轻松的环境下，最容易这个记住。如果压力越大，它会容易产生遗忘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就一种用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，以我们常见的那种家庭模式或者集团模式、企业的模式来解释这个复杂的五运六气系统。当然这里边不可能就这么简单，当然就是这个木火土金他们之间的一个简单深刻，还有一个什么负气啊，哪个是报复之气等等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主客嘉宾啊，这里边系统非常非常复杂。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是太乙年天府年太乙天府年啊，哪个是岁会等等，那个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了。要不然的话，那些老专家教授不可能研究那么长时间，他不会出一个更实用的一个成果，对不对？研究这五运六气人多了，而且专家教授都在研究，那为什么咱们就能呢？因为舍去了很多复杂的东西，不要它太复杂。有一部分就是去掉那些更精细的，我们临床上能用得到了就行了，没用不到的东西我们暂时不用它，或者说我们拿出一部分来用到一部分临床上，其他的有一部分我们没法研究，研究不透怎么办呢？或者以我们的能力，以我们的经验，那就先放弃。要会舍了以后，才得到这个，啊，要精简，跟那个单位一样，要精简整编，再简单再走一遍。其实五运六气就是十一个单位，十一个单位什么？五加六十一个，也是五脏六腑。说更详细一点，五运主的五脏，六气主的六腑，这是相当详细的了。那么五运是什么呢？是天干决定的，六气是地支决定的，啊，我们姑且这么认为。那么五运也就是天干这个心决定了他的父亲中运年运或者大运，他的五行属性就有一个家长。六气呢决定的司天在权，觉得大娘二娘还女儿这一块，他父亲呢同时还决定了什么运，这里面的主运客运决定了客运。好，整个家族一个家长两个媳妇儿，五个儿子五个儿媳，六个女儿六个女婿，就这么多人，他们就是循环交叉来管理整个的一年的天气变化。这里面主气和主运很重要，但是呢客气和客运一样的非常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讲？我比如说啊，拿个比喻，我就是这儿的主运和主气，比如说我是主运，那么周姐呢就是主气。那客运客气呢，我们不说是媳妇儿也不说女婿，大家来的都是客，但是如果只是单纯我俩在这儿待着就没意义了，一年四季就我俩人盯着个店，那就没多大意义啊。老们来病号干啥，不来个病号也更没意思，要经常来客人，只有客人的来才能影响我们这个暂时这个气场的一个变化，喜怒哀乐，哎，你才能体现你那个生存的一个价值。因为你不可能就天早起来了就什么对着脸待着，是吧？啊，你的生活规律就是这一天一年四季这么变化，没意义。也是这样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这么转，没有任何变化也没意义。怎么办呢？它有客人的到来，啊，有客人的到来，造成了这种节气的不规律性。但是总体来讲，它是一个大的规律性。春天有可能那年风小，夏天有可能那年下冰雹。为什么呢？他来的客人脾气暴躁，同时呢非常带一身的凉气来的，所以说下着冰雹，闹着雪灾，属于正常的，啊，属于正常的。所以说这个变化，就是因为有客气和客运的产生，才造成了节气的这种变化。好，复杂的是这个，把它这个司天和在权你画下来以后要慢慢熟练。
啊，我慢慢会熟练的，就是一阴二阴三阴，一阳二阳三阳，一阴四天，一阳在全，啊，如果说二阴二阳四天，倒过来，二阴在全，四天在全是互相的，这个基本上就这样了。如果咱们在测算的时候会把它弄得更简化，擦掉很多东西，擦掉哪个呢？会要只要风木金火香火湿土，对不对？甚至会擦掉这个木火，这儿有个金火啊，这个火还得写上。擦掉这些，擦掉这些，擦掉这些，再擦掉这些，还要擦掉。这不就简单了吗？看着也就利索了，再擦掉这个。那么这些也就没用了，同样没用了，这个也就没用了。这是不是我们再看这会儿，大年二阳就是上半年下半年。如果我们理解了司天就是天就上，全就下。什么没了？司天在三支气，固定的知道了。好了，主气就是木、金、火、香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是不是？简化起来就这样。客气呢？有谁决定的？三支气，司天在全，司天在这儿呢。然后按照一阴、二阴、三阴、一阳、二阳的顺序往下排的，对不对？一会儿咱们重新把这个写一下。这儿呢？是不是这个没用了？这个什么没用了？没用了。然后呢？看一下，越看其实越简单，最后越看越简单。是不是很简单了？这就没了。真正把它综合起来，没多少东西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中运，是不是管全年的？有中运，分四天在全，分五运就是五个儿子，分六气就六个女儿。有主气，有客气；有主运，有客运；有时间。时间都不要了，因为你知道分成五份，春夏秋冬长夏，六气各60天，这是不是非常简单的？如果用一种更再把它全部擦掉，这是最简单的。比如说中运分什么呢？这个是不是五运？主客，不固定，六气，主气，客气，这个是木。军火香火、这个不固定，但是有一点固定，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没用，其他的这个也不用了，唯一的这个必须看一点，因为你记不住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记住了？基本上都能记得住，啊，一个主管千年的，好了，四天在全都有了。我们五运六气呢，无非就这些东西，
名词中运主管上主管全年的司天上半年，再权下半年，五运分着春夏长夏秋冬五个儿子管，再加上六五个客人儿媳妇，就是客运。六气木火金火土金水，木火相火土金水这几个六气，再加上客人，客人什么呢，就是客气，客气是什么呢，和司天在权有相生关系的，有那个顺序关系的，三阴三阳顺序排列下来完事儿，这就是五阴六气就完了。这是主要框架结构，你这一家子所有的人都在这摆着呢，具体这个人脾气性格怎么样，那就是木是什么样脾气呢，你知道，火你也知道，都知道了。那么我们怎么去用，要想用必须把这个还要简化，还要简化，哪个不要了，哪个不要了，不用写了啊，不用写了，简化了，这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要把它换一种书写方式，把它这样倒过来，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书写方式，你可以把这个方式你可以记下来，我们要把它变化，这是最终的横着的简写，最简写啊，那你自己一会儿可以把它重新编排一下。倒过来的方式就这样喽。我们测这个人的时候，中庸我们可以写在这儿啊，你这么写行，各种方式你自己可以让你习惯。中庸天空，对不对？五运不写了，我在临床上不用五运，只写六气，主气，六气的主气是什么呢，木什么，这个写上，然后呢，客气总排，因为这是一个司天，这是一个在权，把它安排好就行了。我们看一下辛卯年，还是辛卯，辛当时水不足，天空水不足，卯呢找这个。阳明燥金，对不对？司天这儿呢，这不卯吗？阳明燥金，金司天谁在权？翻过来，金火在权，就是一个司天一个在权吗？那么竖着写了，那么倒过来不一样吗？司天在权有了，再往下排呢，按照三阴三阳的顺序往下排，燥金是哪一个，属阳还是属阴呢，阳，阳明燥金，阳明属于二阳，二阳下面该三阳，三阳是什么呢，太阳，水，太阳寒水，太阳寒水是三阳，三阳完了该一阴是什么，木，风木，二阴金火，三阴呢，土啊，三阴太阴啊，三阴太阴是土，太阴完了该一阳了，一阳是好了，三阳造金，这不就完了吗，然后你看看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，我们处在哪个阶段呢，这个气里面，这叫初之气，我们是吧，初之气，二之气，三之气，这个叫中气，中之气，按这个分的啊，初之气，二之气，三之气，四之气，五之气，中之气，如何如何，这是黄内经的话，那我们就按一二三四五六，那更通俗易懂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，木是不是克土，所以说今年春天还是表现在春天的特征比较明显一点，但是它由克人会反映出什么，土湿之气
啊，土生之气会时时来犯。再加上咱们那个五运里面分析那个有着寒气，寒气寒水之气，就是会土湿交杂，然后出现一些雨雪交加的这种现象。那么这个时候出生的人呢，出生的人正常情况下这个全年的是不是木气不足，胆小肝气不舒，郁闷胆小，但是呢他生在哪儿呢？春天辽阔，生在了什么木科土木这一块，这个可以补充的一下。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是说每年出生孩子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春天出生跟夏天出生是有区别的，春天和冬天是绝对有区别的。你比如说跟他属相来讲，老百姓经常属羊的五月的羊当然好，六月的羊是吧，啊，如果你生的腊月的羊，刚开春的羊，他就没粮食吃嘛，他们会这么讲。啊，老虎呢，你看那几点的虎是吧，擦黑的虎你能逮啥呢是吧，你正是那个动物小动物正出来活跃的时候，你那时候生的那个虎呢，属虎的他不是更好吗？他们算八字干啥，推这些命理，他也是根据这个来，根据时间来的，根据时相来的。那老鼠，你属老鼠的，老鼠你要子时的老鼠呢，正出来正忙碌呢，子鼠嘛，他正忙碌呢。如果说到什么秋天老鼠呢，那啥都有吃的是吧，你登高爬下钻底下到处都是种子一样。那么这个也是一样，我们要辩证的时候，不说一来年所有人凡是这个年出生的人，你好了你这一说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，不尽然，70%是相同的，有30%需要辩证的。如果你是北方人呢，北方水气本身偏重，你又生在冬天，那不就你就平和了吗？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吗？所以看着你身体没有什么大病，没什么大病。他如果出生的月份、出生的时辰，再加上什么是亥子时属水，他对他的很有很大的补充。这就是我们算的时候，为什么有些人算的很准，有些人只是啊大概，就因为他这里面更深的理念在这里面，更深的理念。这个在我们算的时候有过考虑，这个就是在后期一般就是那种提高班性质的，给请教授讲一下啊，你看初级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，还有比这还高级的，还有东西的，对吧，才能讲的。那么这个我们就起码会分析了，大概会分析了。我们现在可以举个例子，一个什么例子呢，擦掉不要太复杂，刚才是辛卯年对不对，咱算去年庚是金啊，去年是金太过，就根据这个信息我们可以填空。第一它是什么，金太过对不对，这个呢变不变，这个变不变，主气也得变吧，主气年就是女儿了，是自家人不变，每年那个女儿都不变，因为我变女儿在家待着嘞，女婿要变，媳妇要变，客人嘛，主人他不会变化的，所以说这个木火土金水不变。那么客气呢，这主吗，客吗，客气怎么办，先找谁，找司天在权，看这个银在哪儿呢，在上香，少阳香火写在哪儿，香火对不对，好，这个火写在这儿了，然后这就是司天了，不是在权了，就司天了，在权呢风，这个是在权木，我们往下排吧，香火是几阳，一阳，二阳是多少，造金阳明造金，这儿呢水木，这个呢风木，军火，风啊，这个是这是军火对不对，军火完了呢属土，
这是去年的天气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。嗯。去年天气，去年在什么时候是最明显、最有特征的时候？火，因为这个时间线一到三，三到五月，当然这是20号啊左右，五到七，七到九，九到十一，十一到一月份二十。你看看阳历的，我们分析一下去年的五月到七月这段时间，天气变化什么样的，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是不是火很旺，而且都是香火，对不对？哎。